家好，晚安。我是 Cindy 王心凌，刚结束了南京站的演唱会，现在在庆功宴的现场。然后，前两站其实我们都有 dress code， 其然后这一场也还是有 dress code， 但是我们放到了庆功宴。那前几次呢，我们就是个人竞赛，然后但是这一次呢，就是团体赛。那团体赛的主题呢，叫做一桌菜，一桌菜。我们就来看看我的工作人员，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就是刚跟我结束演唱会，然后现在会有些什么奇特的、奇异的。可以期待的这种创意 ，OK。可是，在等待的过程，现在有多少人呢？嗨，然后那个嘉蓉姐的那个微博又挡住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她不让我直播哎。为什么？你看哦，开始直播。三二一。哦，禁止直播，歪歪。作证一下，不是我们不用哦。卡住。喂喂 ，OK， 哦哦，这个内地的朋友，无法翻墙的朋友，就是又很抱歉了。我们刚刚有事吗？他都是，对啊，有事吗？你说连我没有连，我没有连上去，我连上去就会被看到。哦，对，我们刚刚就喂喂，好吧，哎，我看看现在有1000多人了，1000多人在线上。今天礼拜天呢，哎，现在几点？11:50。哦，大家都还蛮晚睡的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请记得订阅和分享哦。